了九号送他一个小玩具，小小心意不成心，不用太感激。身穿黄衣头顶菜叶，赶着去吃席，让我扬州东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。听见玩具在走秒，我扬州东少先跑，回头观望九号小狼一战棒，小小十号拉铃准备排炸弹。九号、二号、五号里边出一个炸弹，二号菠萝头怀疑我是炸弹，岂有此理，我洋葱东少怎么可能是炸弹，没有线索偷偷给十号来一票，我是好人我知道，他们都叫我东少，为什么要投二呀，洋葱东少也不知道挖，有时候狼狈我反正弃票了，这锅我东少不背，我东少投的是四号，东东哇，又是当小丑的一天，东东是你的冬日暖阳边，如果有一天有一款很像袋子的游戏放在你面前，你会放弃洋葱东少吗？对于东东来讲，袋子不单单是一款游戏，更多的是我和朋友之间的友谊。如果我走了，我的蛋搭子怎么办？我的蛋仔会伤心的。